要来做个内应，这才假意听命于那熊皮，守着后山要道。知君命不好，同病异同忧。观音禅院是烧没了，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，贪根不拔，苦树常在。 想要的东西，忘了最好。那三口中，你可都见过了？旁人念念不忘的，也是你所求的吗？自那黑风怪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。 500年了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，规模比之前的更大。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，化为孤魂野鬼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。 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，你还是会找上门来。<笑>
巨型散气之术，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，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下来用。 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：“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。”
方得自在，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